请等，宝贝宝，你那一盘还要大，这虎斑正是九斑，这个比九斑还贵，三百一千都无得买啊！这真正会用吃鱼啊，唔免考虑遐久。OK， 知影就知，唔知可可可比你较小，你也是慢慢看。半半只，来买三百，来两百块啊，得，一人一包，这好吃哦，这是蜂蜜芥末酱，来一包哦，来百五，两包，来三百，两个人给吃得。因为今天早上，阿松没做啊，阿松今天休息啊，然后他不想那么累啊，所以他就休息啦。那早上那个东西就休息。来龙华啊，来，我早上我不知道他休息啊，我不知道他休息、啊。我早上四点起床，才发现他休息。我不是八岁啊。你是可怜啊！八七蛋啦，八七蛋我啦，七块我，七块我啦。来两百啦，剩这两百，啥物食好来？下手金钱来一百块我，好过啊。都无啊。来，阿要食鸡块来。这个是叉龙鸡块啦。哦，叉龙鸡块，但是哈、哦，现在不能硬了，硬了我绝对不能卖你们这个价钱了。来，我要加五百。东兴市场。真正好吃，快要没了，几块啦？你们确定了？来两包鸡块，来三百了，三百块了。有政府你啊，一包一公斤，确定快没了。肉多多几块，在几场就没了。三百块，以后我加一条鸡排哦，就休，真正加一条鸡排，一个礼拜休四天。三百是两包，拢我哩两公斤。以后我一个礼拜休几块，够了没下吧？来三百红，来小姐，我以后拍来三百块，最后不到几个客人了，你们礼拜六新大港，礼拜天早上。我真正是袂忍受的啦，进几百、几块、几百，拢袂超过两百，我搁咧卖你两百、三百，买袂到你。对啊，真的、啊。来三百，后来多少人哦？差龙几块。中心的客人来，就谢谢以后可能就。来吧，既然没开三百，我买来两百块，我来两百块。多多多了，来吧，既然两百块来，来八只你来，来十二只你来。来十六只你来，麦克科鲁啊，不是四百，以后就去乌日啦，台中就去乌日，跟丰原。来吧，台中以后就去乌日跟丰原。来两百块来，来背包哩，背胶。没有，礼拜三、礼拜六现在没有了。来十六只你来。礼拜三、礼拜六他们以后两个都休息，两个都休息。两百块两来吧，一样。都有三百吃吧，一样。今日两百块两个人给你好好来，好谢谢。阿要吃虾啊，好虾我来化解来。哦，来海北，老爸礼拜三休息、啊，儿子礼拜六休息、啊。来两百块嘛，得了，买个三百，较济人买。然后台中市区的话，来四个人给买了。台中市区的话，不要再跟他们讲他们要怎么卖，不要再给他们建议了。来两百块两，两百块，够了没？还有第五市场，还有第五市场，安尼贵也还有第五市场，第五市场有留着啦，第五市场有留着。两百对，没有跑第三百。第五市场有留着。来，进来来。两百块我嘛给你提，给提我关，我唔知咩啦。开来两百块拢来啊，四个客人呢都给他们了，谢谢啦，给东北人。东兴市场休收起来了，准备要收起来了。我太像样了。再过个几场，我想一下，一二三四场吧，三场到四场吧。你考着我啊？东兴市场大概三场到四场就没了。我下班都要直接直接回我。哎，老师们真好命啊！啊，上好是手机啊，刷老钱，我啊要汇钱回过，我卡等来通知你。啊，身份证正本刷老的，我怪俺做这个代志啊，我。那要吃鱼饺的两百块，多啊三杯鱼饺照行，这鱼饺六颗五十块，我这了两百了，要卖掉啊，来一个卖等，无啊，存一半，我你看我一个中包。没有了，阮这啊，台湾物件话好吃啊，免去讲。来，阿要吃这個鲷鱼腐肉的来。我不知道，他打算跟我讲啊，说公表这白饭杀手这个做过几次就不去了，再几次就不去了。外公，这两包一公斤啊，两包一公斤哦，两包哦，没有吃的。鲷鱼腐肉是什么物件啊？鲷鱼腐肉。